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蚊子游戏长。冬季带着两条流浪狗徒步318全员直播。今天，现在已经天亮了啊，刚刚起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附近啊，昨天晚上是到一个村子。这里叫什么什么阿慧新村这个一个广场，很大的一个广场啊。昨天晚上走到这里都黑天了，黑尽了，唉，走得我双腿酸痛，应该好久好久没有走这么远的路了。好了，我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看啊，翻转摄像头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的帐篷。昨天晚上就在这个他们这个阿慧村民宿餐饮演艺中心这个门口，我跟这个老板说了一下在他们这里要的店，在他们门口搭了帐篷，我现在赶紧把它收一下，然后我就出发了。因为不能影响人家做生意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就是我的帐篷，我等马上把收一下，装起来，装车，就开始出发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周边啊，这个周边就是这样子的。昨天我的狗狗不吃饭。原来是闹肚子的，今天早上起来还好没拉在帐篷里面，你看起来他就拉在这里，我用土把它盖一下，等一下把它喘了。这老板还在忙着还在忙，给大家看一下远处的雪山。阳光明媚啊，现在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这边还有一个朝拜的，外面那里还有一个朝拜的。好了，各位姐妹，我就开始收东西了，把东西收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发了，啊，好了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把这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把这个地上都打扫了啊。我昨天都收好了，就是狗狗睡的地方，棉被这些没收，把它收一下，等一下就走了。我们进去还吃点，早饭吧，也算是早饭，也算是中午饭吧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吃饭，我把这个拿下来。哎呀，狗狗的饭，哎，那是狗狗的饭，看到没有？我拿下来，放到这个下面来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哥哥姐姐们，一会儿进去吃饭。现在我们把锁给锁上，哟，还锁不上了。哎，锁上。好了，把锁上啊，锁上。好了，走，进去吃饭。把早饭吃了就把饭吃了就走了。有什么好吃的，老板？包子。包子，西红柿牛肉包。哦。牛肉包的话，一个两块。哦，好的，来两个吧。
来两个啊，两个做不了，只能做十个。十个。哦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它只有上面啊，上面面条。面条。嗯，谢谢。哦。上面这个马上就好了。哦，那给我来个小碗嘛。对，好。嗯，好的好的。煮个小碗。做。嗯，好的。你看，热喷喷的酱面啊，热喷喷的酱面啊，这是热喷喷的酱面来了啊。呵呵，哎，嗯。还是蛮好吃的，像我们住野外的，能吃上这样的面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看这个面条啊，满满的一碗，还有牛肉，看没有？这是我的茶杯，等一下在老板这里打点茶，在路上好喝。那我就开始打吃了，然后就开始走了啊。嗯，好了，我现在把饭已经吃好了，在老板那里舀了点开水，要了点茶水，而且今天早上老板本来是13块的面，他只收了我不给我打折，打折了半价7块钱。哎呀，这老板太好了，哎，感谢谢啊，还在他这里免费充了电，在他这里打了开水，这里就是一个民宿餐饮的，可能就是一个广场吧，反正也就是一个广场中心吧。给你们，我把镜头放出来给你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周边，这里。我把先把茶水放了，先把茶水放了啊！哎，茶水放到这个，放到这里了。哎，然后我把镜头翻转来给大家看啊，翻转摄像头，看到没有？昨天晚上他说他请我吃。啊，马上，然后我还是没有，我还是给他给了钱的。今天早上他给我吃饭，他就给我半价。真的，这就是酱面嘛，牛肉味儿很重的，这个味道很浓的，特别的鲜，特别的鲜美。这个面条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周边，它就是一个。那边也应该也是一个做娱乐的吧，反正接待游客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广场，就是这么一个广场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新村的村口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是公厕，一个厕所。我听说那边还有一个温泉，但是我就不去了。今天因为要赶路，马上过年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就开始准备收拾我的东西，开始出发了啊！你看我的狗子们，睡在这里。
哇塞，你看一下这里面全世界的冰，这个感觉，我感觉虽然说水结冰了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我们老家冷啊。我们老家冷的话，这个就是西藏的天呀，感觉没有我们老家冷。我们老家冷的时候我感觉好冷呐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说全部结冰了，但是都没有我们老家冷。你看这个是白白的硬邦邦的啊，人站在上面全是冰，滑冰呢。看这里沟里面全是结的冰，它上面就是林纳高速，这边就是318国道，因为工布江达这边小羊人太多，我就没有在里面多留，给小狗狗买了点药，我就赶紧出来了。本来想在工布江达县城逛逛的，我看了还是算了吧，小羊人太多，就赶紧走。好了，我现在又推着我的这个车战车开始出发。小白过来，家伙不听我话了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各位姐妹们。